山本先生，请这边。哎，请。哎，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出去一下，快点回来。啊！不许碰我！ 定了几个协议车辆。你好，您是？
这位少爷，您来这儿是要做旗袍吗？你的车呢？别看这家店铺的门脸小，师傅的手艺啊还真是好。是吗？现在的上海啊，能做金丝旗袍的没几个人了。二位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志鹏，我刚还跟兰兰说呢，我来陪兰兰过来试试婚礼上穿的金丝旗袍，没想到志鹏就来了。兰兰，你看我都羡慕死你了，志鹏对你多上心啊。上心？恐怕他的旗袍不是送给我的吧。我有正事。正事儿？来帮兰兰做旗袍就是正事儿啊。兰兰，来都来了，去试试衣服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二位，金丝旗袍的做工非常精致，但是我父亲生病了，还没有完工，可不可以过两天再过来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过两天再来吧。志鹏，走了。江小姐，我还会回来，我和你的事情还没完呢。太太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去百货公司给老爷买东西呢。阿姨，正好我也好久没逛街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逛街就让志鹏陪你去吧，我呀要去找我们家老爷了。走吧，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回去吧。董志鹏，阿姨叫你陪我，你就把我丢下来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要去祭拜一个人，你去不合适。祭拜什么人？我要去祭拜的是我的爱人。董志鹏，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你能不能在乎一下我的感受？祭拜你的爱人，你非要搞得我们这么尴尬吗？我就是不想让你尴尬。沈兰，自己先回去吧，我要尽快查清楚他是怎么死的，我要替他报仇。他该不会是知道我要回来了自己自杀了吧？闭嘴。沈兰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这么胡说八道。董志鹏，你既然有心爱的女人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求婚？你既然没有办法说服你的父亲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们沈家订婚呢？你觉得我说有用吗？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我没有资格说不，所以我才昧着良心拿着戒指向你求婚。求婚？你那也叫求婚？董志鹏，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你只是我众多追求者的其中一个。哼，别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追求者？我追求你了吗？是我爸在追求你吧。你喂。董少爷去徐丽家了。好，我这就赶过去。小姐，上车吧。董志鹏为了去祭拜徐丽，就这么把我丢在大马路上走了。这个徐丽都已经死了，还能让董志鹏这么对我？他要是还活着的话，想必在婚礼上都能把我这么抛弃了。可是他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法开口说话了。小姐，彭少爷是属于你的，谁都夺不走。你说的对，死人是没办法跟我争的。
小姐，上车吧。你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好，我放开你可以，但是你打算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去？我人都已经走了，就别再毁了他的名誉好吗？难道我连送他最后一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在医院你已经送我了。丽丽，欺骗你感情的那个人，哥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听见了吧？啊，他都说了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着？你想进去在徐丽的面前再跟他打一架吗？人都已经走了，就让他安息吧。修得真好，想当年在部队，我可一天修十辆车。吹牛吧，哪有车天天坏呀？来，叔叔，这个是给婶婶的。这下他可高兴了，谢谢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叔叔慢走。头儿，您的信。这么厚啊！江一平，我问你，本月23号晚上11点左右，你开过这辆车吗？23。我们好像撞到人了。江一平小姐，啊，我在问你话呢。开过。那你？到过租界外围的平脊路吗？到过吗？到过。江一平小姐，本月23号晚上11点左右，租界外围的平脊路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，请你跟我们警方回去协助调查。这个车，我们要开回去取证。嗯，是。警察先生，我没有肇事逃逸，真的。肇事不肇事，
那不是你说了算，那要看证据。现在警方正在取证阶段，希望江小姐能够积极的配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开走。警察先生，我……警察先生。肇事逃逸。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是汪主席亲自下令成立的，邀请夫人出任理事，既是对夫人能力的认可，也是对你们董家的重视。谢谢王会长。滚开！站住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志鹏，赶紧把这……你给我滚开！志鹏。王会长让你见笑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既然你有家事，我改天再来拜访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美容，替我送送王会长。告辞了，请。王会长，这边请。好。不好意思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家里有人死了吗？平白无故的带着白花干什么？徐丽死了。徐丽死了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？是你逼得他走投无路，是你害死他的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我发疯？他活着的时候你不让我跟他在一起，他死了我去送他也不行？怎么，我现在连难过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你的权利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权利就是尽快娶深蓝，别的女人想都别想，更别说带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回家。人死了就不干不净吗？怪不得我妈死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东西丢掉，连她照片也不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我妈也不干不净？不许提你妈。志鹏，你累了赶紧去休息。滚开。赵光、美容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夫人，请。志鹏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是董家的大少爷，你是我们董家的颜面。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害了这个家。我们不是一般的家族，所以你的婚姻你没有权利选择。而且当初娶深蓝也是你自己答应的，徐丽死了我们也不想，谁都不知道。可是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，为了一个身份卑贱的女人就要这样吗？身份卑贱的女人？那田美容她算什么东西？徐丽起码是个出身清白的女孩子，而她呢？那你呢？你娶的是一个舞女。你知道吗？你阿姨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她的一切，可你呢？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？你有为我争过一分面子吗？你有为这个家挣过一分钱吗？你发什么疯啊？你发什么疯？你这个不孝子，就是为了这个卑贱女人你跑到我面前来发疯。你现在给我滚，给我滚。
要不然现在你跟我去拿一下。重要证据？对。好。哎，崔医生，那个你说这个小郑现在这么忙在取证，这案子得抓紧破，上面盯得太紧了。是，我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破案。啊，那刘队长就不用亲自去了，我还是等一会儿让助手给你拿过来吧。哎呦，那肯定好，那谢谢您了，崔医生。那您忙吧。哎，好。平安，我这件旗袍觉得挺合身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依萍，依萍，啊，我问你这旗袍啊，我觉得挺合身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很好看。看你，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想你的白马王子啦？没有。傻子都看得出来，从我进门到现在啊，手上戴的戒指你都看了好几回了。依萍啊，这件旗袍啊很合身，我呀就直接穿走了。再见啊。嗯，好，你慢走。这是我奶奶留下来的，她说只能戴在崔家的媳妇手上。依萍，之前一直都是你照顾我，以后让我来照顾你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幸福的。俊杰哥，我们会幸福一辈子的。小霞，你怎么来了？喝口水，喘口气儿再说。那快先坐下。不生我的气啦？谁有功夫跟你生气啊？跟你说件正事儿，记不记得你送我的那件旗袍？我去参加上海小姐那一件。你选上了？没选上，不过你选上了。我又没去参加。是你的旗袍。妇女会主席看上了你设计的那款旗袍，说要大量订购。真的假的？骗你是小狗。依萍，你要发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小霞。谢谢我干什么？是你自己有本事，他们说现在就要跟你见面，趁热打铁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走走走走。依萍啊，俊杰哥。依萍，我找你有急事要说。那你先等我一下，凡事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我们也有急事儿，走。哎，依萍，依萍，我真的有要紧的事。能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？不就是结婚吗？什么时候说不行？小霞，要不咱们明天再去吧。明天就没有这个机会了，人家妇女会主席可是大人物，错过了这次就选别人了。哎呀，那实在不行那就下次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为我白跑了一趟。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，你以后这样我真的不管你了。我。走吧，依萍，我们到那边去说。崔俊杰，你要是结了婚，对不起依萍，我都饶不了你。我会对她好的。走。什么？撞死人了？
是个年轻的女人，尸检是我做的。可是，你当时不是下车检查了吗？说撞的是一只狗，怎么会撞死人了呢？是，我当时下车查的时候，看见车头撞进去一大块，地上又有血，我以为是狗。雨那么大，我没看到人。那就好，等警察再问的时候，我就这么跟他们说。依萍，我没看到人，不意味着没有人。好，就算是警方搞错了，可人是在我们出事的地方被撞的。还有，警察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说车是你开的？明明是我开的车，现在你成了唯一的嫌疑人了。可他们问我的时候，并没有说撞死人了呀，他们只是问我是谁开的车。我像你那么忙，我不想让他们去问你，所以就说是我开的车了。你现在说是你开的车，撞死人，证据确凿，你会坐牢的。坐牢？想起来了，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辆卡车突然冲过来，还差点撞着咱们，一定是他撞的人。可是他们在现场根本没有找到什么卡车，牵扯到肇事逃逸的只有我们的车。而且依萍，你现在是唯一的嫌疑人。不行，不能让你去坐牢。我们现在去警署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说清楚，你就没事了。肯定是再也当不了了。至于以后，不敢想。走吧。走啊，依萍，我们去自首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让警察抓你。依萍。我们现在再不去，就连自首的机会都没了。等检验报告的结果一出来，我们两个就都完了。依萍，对不起，耽误了你这么多年。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求婚那天跟你说的话，都忘了吧？就当我没说过。我如果坐了牢，千万别等我，找一个可以孝顺伯父的好男人，就嫁了，然后快快乐乐的过你的下半辈子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没有你，我怎么能够快乐？你说过要娶我的，这辈子我谁都不嫁。依萍，我现在是杀人凶手，我怎么娶你？你不是杀人凶手，我不能让你去自首。有什么事儿，我扛着。你疯了吧，依萍？你扛着，你就要去坐牢？我不怕。你不怕？你坐牢了，坐牢了，伯父怎么办？依萍。去自首。
我自己去。我不能让你去，我不能让你自首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依萍，你干嘛这么傻？俊杰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？同学们，梁启超先生说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我们的国家虽然还在战乱当中，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强盗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下去。我们每个人都像我胸前这枚小小的哨子，虽然看起来很渺小，但是它发出的声音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，这个声音就代表了理想和责任。没事吧？快跑！终于不炸了。不知道这回又要炸死多少人。将来我一定要当一名医生，而且要当一名法医。我如果能当上法医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更多的人。你一定能做到的。不过，等你当上法医的那一天，你肯定就不记得我这种小人物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那种人。那可难说啊，咱们现在又不熟，等你毕业的时候，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面呢。嗯，这个送给你。它代表我的理想和责任。我记得它的声音，你吹起它，我就能感觉得到。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当上法医，我都会记得你的。俊杰哥，你好不容易才当上法医，难道你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责任吗？我不答应。咱们好不容易才熬到这一天，不能因为一时的错就断送了你的前程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依萍，一时的错也是错。如果最后确定人真的是我们那辆车撞的，那我就应该受到惩罚。你是无辜的，你不应该卷起来，更不能替我去顶罪。我没有替你顶罪，这只是个意外，是个误会。我们是无辜的，我们没有撞人。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我们一个公道的。就算他们查不清，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，我也想一个人扛下来。如果你坐牢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？如果我真的坐了牢，你就等我，像以前我等你那样等我。依萍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肇事逃逸，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至少要判四五年。这四五年都要在监狱里面度过，你怎么熬过这四五年？我不怕，只要有你的支持，再难熬我都不怕。可是我怕你这样，你这样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我会觉得我自己自私的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。
这么想，俊杰哥。只要我们是相爱的，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，再高的墙，再长的时间，都阻挡不了我们的爱。不要忘了，你还有理想和责任呢。俊杰哥，我爱你。我们两个人的过错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当你紧抱着我，梦就不这样，你正了吗？再右边一点。就这样。哎呀，笨死了！你到底怎么样啊？我啊，都想好了，咱们的结婚照就放在卧室，全家福放客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，而且以后照片都归你管，我这么笨手笨脚的，肯定管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还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分明就是嫌弃我。就是嫌弃你，怎么了？你敢嫌弃我？你敢嫌弃我？你敢嫌弃我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奋不顾身的约定。